知道，他们说零食能让女人放心大开的事是真的，但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？我想他们没告诉你。相信我，没有女人能抵得住他的诱惑。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。我想，我有责任提醒你，零食这款东西威力惊人。哎呀，太多了。所以凡事要有节制，原因你懂的。